续蓝鱼生命，由细心活化开始。在4月27日星期六，屋宇署会在中环大馆举办一年一度的蓝鱼安全周开幕礼。今年的主题是活在当下，静听流声，齐唱蓝鱼安全二次创作。我管我城本地策划家开班教速社，扭转 AR 加倍蓝鱼安全真实感。专讲大馆，专业人士讲解建筑文化，专行大馆从活化角度游大馆，免费入场，欢迎市民参加。